两位老弟，说说你们的革命信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好，那应该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我当时正在日本留学，我和同学们积极响应，准备到中国驻日公使馆集体请愿，可是日本政府却专门挑定中国的国耻日5月7日来庆祝他们的太子冠礼，我们当即决定就在同一天针锋相对的召开纪念大会。可是那天我们遭遇了日本军警的疯狂镇压，我被打得头破血流，还有30多名同学被捕，我当时真的是悲痛万分。这么说吧，正是因为有了当初的留日经历，才让我更加的看清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凶狠残暴与我中华民族的岌岌可危。若想救亡，唯有革命。说得对，你让我想起我的一个经历。有一次在上海，我跟几个朋友去游法国公园，Hold it. You cannot go in. Why? Can't you see? Take a good look. 上面写着8个大字：华人渔港不得入内。当时我一下子全身发抖，脸都红透了，这是我从未受过的耻辱。Go back. No. Go back, I said. Go back. This is China. No, you cannot come here. 我永远无法忘记这一幕。中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可是，在那些洋人的眼里，我们连狗都不如。每次一想到这件事情，我的心都在滴血。我常常这样想：假使能让我中华民族真正得到解放，那我要何惜这条一命？为了让我们中华民族不再受人欺辱，我们必须选择强国强民之道。当前的革命任务，就是要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进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我中华民族真正之独立。润之啊，没想到我们的家庭出身和成长经历那么的相似，所以我和你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呀。我早就看过你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说得太好。哎，之前我听了你的讲话，我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哦，说说看。这两年我为什么做农民运动，是因为我看不得农民受压迫受欺负。这次我被北洋军阀通缉，从江西来到广州，我一直在思考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这农民运动该怎么做。我很幸运碰到了你和彭盼，你们都是有经验有理论的人，有你们的支持和帮助，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找到了答案，找到了方向，我看到了上下2000年中国农民运动的规律性。你实践行动早，我是边实践边总结，必须争分夺秒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3座大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啊。是啊，我们江西现在就处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像邓如琢这样的客气军阀，他对江西人民是完全没有感情的，只知道一味的索取和压榨。我搞农运一直都是被他们通缉的对象。军阀心法只有自己没有人民，更没有广大的苦难农民，所以啊，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哎呦，这涨潮了，时间过得真快啊。这样，我们先回去休息一下，明天我去接你，咱们去广州北郊的石井兵工厂参观，走。哎，不用接了，我自己去。哎，我还有一辆老式的软篷轿车呢。什么汽车？嗯，哪儿来的？我不是国民政府的代理宣传部长吗？政府配的。好，那就坐着汽车去，走，走。蓝色的夜晚，我们却都是少年先锋队员，光辉的时代今天来到，我们的口号永远准备好，我们的口号永远准备好，
高高的举起鲜红的旗帜，我们全都是工农的孩子，光辉的时代今天已来到，我们的口号永远准备好，我们的口号永远准备好，我们的口号永远准备好。老师，你们唱得太好了，我真希望我们能把这首歌唱到大街上去，唱到阳光下去。嗯，好，好，嗯，好，回去吧，你们先回去吧，再见，再见，老师，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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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老师好，行了你，当着同学们的面叫老师，私下还是叫姐姐。冬菊姐，你快坐。因为这次我们要一起加入共青团了，我教他们唱这首《少年先锋队员歌》，还是你教给我的呢？我听到了，你唱得特别好，教得也特别好。昔年，我是来告诉你，我要去广州了。广州？嗯。那么远啊，你去那儿干什么呀？告诉你吧，其实我早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真的？那你为什么要去广州呢？既然是共产党员，就要服从党的派遣。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了，组织上正号召我们去当学员呢。广州农讲所？嗯，广州农讲所是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黄埔军校，咱们省的农民部长方志敏先生正在那里考察呢，方志敏先生，你知道吗？知道啊，门口不就贴着抓他的布告吗？七公镇胡塘村的方先生啊，我知道，带着大家打土豪、减租、减息，为农民们谋福利，大英雄嘛，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小点声。生怕别人听不见。再告诉你吧，我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方先生。啊，真的？昔年，你不知道，能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党的人，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我希望你也能加入共产党。嗯。哎，这么多人。哎，你看，就是这儿。老师，哎，韩湘，老师，英芳，你们俩来了。老师，哎，樊东菊呢？不是跟你们一起来的吗？我们准备出发的时候，他被赵醒龙部长给留下来了，说是要发展共青团员的事儿。好，行，我给江西地委写信，报个平安。你们俩先进去吧，都安排好了。哎，好，那你先忙着啊，老师。哎，好。志敏，哎。我和彭湃商量过了，想请你啊，给学员们开堂课。是啊，志敏，这个农讲所我主持了五期，这次第六期润芝接手，气象大新呢。我们两个在想，你这位农运大王要大力支持一下呀。当然得大力支持了。这次润芝是以农民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开办第六届农讲所，我是真心替全国农友高兴。不过，我在广州待的时间不长。我还要去你的老家海陆丰考察一下，把先进的经验带回江西去。所以润芝啊，课我就不上了。不过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那我呀，就正式向你这位大才子约稿了，参与我正在主编的农讲所教材《农民问题丛刊》，你看怎么样啊？没问题，我今天就写。好，那就一言为定了。一言为定。
同伴们，请听我说。自从五卅惨案以来，我们的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压迫，我们的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如果再不奋起，我们就要亡国灭种了。你们愿意当亡国奴吗？不愿意。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请愿，敦促国民政府克日出师北伐，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全中国，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我们是做北伐的坚强后盾，哪怕是流血牺牲，在所不惜，义无反顾。1926年五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农工商学联合会、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等省各界群众组织和海外华侨团体纷纷集会和通电，敦请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全国上下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伐请愿运动。弟弟临时决定取消我去广州的学习计划，让我留下来工作。什么工作呀？你马上要成为一名共青团员，所以这个秘密我可以告诉你。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向反动军阀和反动帝国主义势力开战。真的？嗯。打倒列强，出军阀。走走。同学们，今天第六届广州农讲所开学了。广州农讲所是在国共合作之下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生事物，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倡议下创办的，特别是彭湃等同志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位就是前五届农讲所的主持者彭湃同志。从1924年的第一届起啊，在孙中山先生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实现了国共两党合作、革命统一战线建立的前提下，农民运动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次第六届广州农讲所一共聘请了23名主要教员，大家看到的这就是其中的几位。我们农讲所的办学宗旨啊，就是养成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才，养成冲锋陷阵之战斗员，使其成为农民运动之推动机啊。好，下面啊，我们请彭湃同志为大家讲话。同学们，这次第六届招收的学员是要准备支援北伐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们会身着北伐军军装的原因。国民革命运动必须要有全国的工农参加，然后才能取得胜利，这是个必然的道理。把仍然沉睡在宗法社会里的工人农民唤醒，把分散的工农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使他们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去打倒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封建军阀恶势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要肩负起的神圣的使命。樊老师，同学们，对不起啊，刚才后面一直有尾巴，好不容易把他们甩掉，所以来晚了。今天将成为你们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日子。我作为你们这些革命学生的老师，也作为咱们中国中央江西地团委的负责人，我来给你们主持这个重要的仪式。大家举起右手。
好在江西的被杨军阀，所以我们每一位团员都要担负起我们的革命使命，不论艰难险阻，完成团组织给我们的任务。嗯。润之，志明，哎，冯派来了，回来了。哎，回来了也不说一声，让我好找啊。怎么样，这次去海陆丰有收获吗？正在跟老大哥汇报呢。志敏这次收获不小啊，听听他怎么说吧。我去的时候正逢大埔县的县长抵制国共两党联合发动的二五解放运动，这还了得，农会和农民自卫军集体上街游行，搜捕县长和土豪劣绅，逼使东江行署撤去了县长。学生们受农民运动的功也上街示威游行，他们竟然把区长绑压了，游街示众。我这次是完全感受到农会和农民自卫军的力量。回到江西以后，我一定要把广大农民武装起来，用武装捍卫农民自身的利益。太好了，现在海陆丰的人民是越来越有觉悟，越来越懂得斗争了。哎，还有呢，这次我去海陆丰啊，还听到澎湃不少故事。好的坏的，我好紧张啊。我看到你母亲的时候觉得特别的亲切，很像我的母妈，不知不觉我就跟她说了很多我自己的事情，可能她也觉得我特别像她的孩子，所以啊跟我说了你好多事情。澎湃，我越听啊就越佩服你，你真了不起。不值得一提，一个伟大的母亲才能教育出杰出的儿女啊，所以古人不说宁愿只有叫花子的妈，不愿去有二品官的爸爸。这说明啊母亲的作用非常巨大，母亲是儿女的第一任教师，我的母亲就是一位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女性。所以令堂大人给了润之你一副兼济天下穷苦人的心肠啊。你们两位何尝不是啊，从你们刚才说的我能感受到我们三个有一个相似的母亲，忠厚贤惠，善良慷慨，勤劳简朴。我是真想念我的母妈呀，等我回到江西一有时间我马上赶过去看望她老人家。我也正有此意。你们还好，父母还都健在，还可以膝下承欢呢，可我的父母已经辞世六七年了，但我不是孤儿，中国就是我的母亲。这句话说到我的心上。所以我要拯救我的母亲。冒险主义92，经验主义93，主观主义94，实用主义95，拜金主义96，人道主义97，个人主义98，自由主义99，还差一个，你倒是继续说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呀，独身主义100。可以啊，张一凡，为我们赣籍子弟争脸啊！那当然了，这算什么呀？不就是背个主义吗？有什么用？说的倒挺简单的，那你背一个我听听。对啊，你背一个。我背这有什么用啊？又不是写文章，打仗也用不着啊。大伙儿听听啊，你这个明显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对呀。哎，张一凡，我可听说了，你家是那江西益阳的大土豪。哎，咱们这次招生的五项条件上最后一项可都明说了，不招收田主及绅士的子弟。我倒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混进来的。什么叫混进来的？什么混进来的？什么滥竽充数啊？啊，我跟你们说啊，我可是很革命的，我和我的出身没有关系，他们都能替我作证，是不是？是。以革命为时尚，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亮，就自认为比谁都革命了，那出水才看两脚泥呢。哎，你针对我干什么呀？啊，有本事你去对付那些反动军阀去啊！
大家看看啊，你就是瞧不起我是不是啊？有什么意思啊？错吗？哎，干什么？说怎么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怕了你我？你还敢动手？你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你放开！散开！干什么你？散开！都给我散开！放干什么？方老师，到底怎么回事？同学们，你们知道外面的人怎么称呼我们农讲所吗？农民运动的黄埔军校，这个机会多难得呀！我要是你们，我恨不得把吃饭睡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还有心思打架。大家都是同学，要珍惜这份同窗之谊，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共同进步，是不是？是。对不对？对。听说北伐已经加快了进程，北洋军阀狗急跳墙，到处都是白色恐怖。细年，来，发现没有？现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外面一样，到处都是耳目。你怕吗？我不怕。冬菊姐，你需要我做些什么，你就说吧。老师好。哎，你好。你现在的任务是担任团支部还有中共江西地委共青团的通讯员，负责把上级对我们下达的任务随时带回来，能做到吗？保证完成任务。今天我党已正式宣布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郑重接受海内外的北伐请愿，国民革命统一大业即将再次启程。可今天在会议上通过整理党务第二次决议案时，对国民党员改宗转党加以限制，这说明共产党渗入我党内部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诸位怎么看？恐怕此事总司令多虑了吧。不，自从广州中山舰事件之后，尤其是提出整理党务案，中共对我党内部的影响表面上看是下降了，哪怕共产党员从我中央部长级级别的几个职务退下来，也并未影响到中共对我党地方组织的控制。这个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被我拦截下来了。两个事件之后，中共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取得了更多的独立性，在群众中更加强了他们的影响，在省一级的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均占多数；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也能通过其党团来领导国民党。真是无孔不入啊！如果真这样，那是应该引起重视。不过我认为当务之急首先是北伐，至于国共之争吧，不如暂且放一边。宗安呐，这样就像弹钢琴，十个手指全都要摁下去。在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主导下，现在国民党基层的青年大量的左倾化，所以我们一定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呐。景老所言极是。今天国民党他们二届二中全会对我们中共火大的很呐，我们也马上声明今后将不从国民党党员中吸收新党员。真的要这样吗？不过他们的党员不愿意明出暗投，非要来投我们共产党，那我们也没办法，是吧？说得对，有时候不必跟他们国民党啊那么客气。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蒋介石为了有效地实施北伐进行了一系列的举措，建立稳固的后方根据地，筹措军费，夺取最高军事指挥权，还利用僵局的形势变化，已经很快地部署完成了北伐的一些工作。而且他已经扭转了中山舰事件对他的一些不利影响，变被动为主动。可以说蒋介石在掌控局势方面，他比两广的其他军事领袖要略胜一筹。他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取代军事委员会，用总司令集权制来替代军长分权制，可以说在形势上他已经取得了最高军事指挥权。
财权、军权、行政权，现在都牢牢地掌握在他一个人手里了。此人要防啊！是啊，蒋介石的计划虽然得以实现，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讲啊，他现在的这种情况，也是竞争对手的请君入瓮之道，所以啊，必然已经埋下了诸多隐患。这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才下而位高，身无大功而受厚禄。还是润之说的对呀，我们一定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像蒋介石这种人，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静观其变。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人、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些摇摆不定的中产阶级，我们时常要安抚他们，以免他们扰乱我们的阵线。蒋介石现在还是革命的，不过他对共产党有排斥，而且还相当执着，我们要多加小心。我们的抱负是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改变中国的命运，让劳苦大众过上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的生活。说得好。1926年7月9日10时，50000余人参加的北伐誓师大会在广州东教场隆重举行。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和支持下，国共两党一致号召全国人民支持国民革命军，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从此开始。润之，是你？我是来跟你辞行的。哦，放出来了。去哪儿啊？我接到上级的命令，让我马上返回江西去。准备什么时候走啊？马上就得走。老师，开枪！严芳，你们俩一起跟我回江西。好，好，好。替我跟老彭辞行吧，他已经回海陆丰了。好。同学们，我要马上返回江西去了，那里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在等着我。你们在这里一定要珍惜这里的好时光，跟着毛泽东委员好好学习，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农运干部，配合北伐，让我们全中国早日见到光明。好，润之，再会。志敏啊，你这次回去，江西还在反动军阀手里，革命形势严峻，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啊。保重。站住！带走！放开我！走！过去！啊，这是我们的。去买票吧！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什么人？放开！放开！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是干什么？例行检查。
检查是吧？查吧。哟，误会误会，不知道是景德镇商会的许会长啊。你瞎了你的狗眼，你看看他，这个是布告上的方志敏吗？还不赶紧给老爷道歉！你说一举手，我就睡哨的。那你他娘的也给我看清楚了！行了行了行了，算了，请。不出所料，邓谷主盯住了这个银行，他要把南昌百姓的血汗钱抢走，购买弹药，在南昌与北伐军决战，绝对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快，就是这儿，给我搜！志敏同志，兴农同志，怎么了？不好了，你们来的时候应该是被北伐盯上了。走开！老周，快走，没事的，我掩护你们。周老板，人呢？什么人啊？去，给我搜。是。长官，这是……方志敏和赵醒农呢？谁是方志敏啊？我的人亲眼看见他们进来的。长官。这年头活着就不容易了，我开着小店就图平平安安的，我不认识什么姓方的姓赵的。你报告，报告，没有。带走。你们这干什么？走，我冤枉啊，长官。志敏。赵 ，My old friend. This morning.I remembered about the time we spent together at the William Nast Academy, and now God has brought you to me. I miss you so much. I haven't seen you for years. How are you? Great. Everything's going well. That's good. Let me introduce my good friend, Mr. Zhao. Zhao 先生，约翰先生，打扰了。啊，不会不会，来。咱们进屋里说，好，来，跟我来。好，我们到了，你们就先在这里住几天吧，绝不会有军人来到这里，有什么需要告诉我。谢谢了，老同学。不客气，社会主义。什么？社会主义？啊，对，我记得上学的时候，他常常讲社会主义，所以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社会主义的绰号，对吧 ？Long live socialism! Oh my God, you haven't changed at all. 你们先休息吧。好。Thank you.谢谢你，约翰先生。约翰先生不错，这里暂时应该是安全的。你先在这里待几天，明天一早我先走。谢农，你就别管我了，有什么工作，我明天跟你一块儿去。不行，太危险了。你都不怕危险，我还怕什么呀？谢农。你这么着急把我叫回南昌来，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说吧，现在可是争分夺秒的时候。坐下说。这两年你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长，不少县、乡，你都比较熟悉。这次叫你火速回来，是要你安排解决粮草补给工作，配合北伐军进军江西。现在北伐军掖挺独立团已经攻克长沙，占领岳阳，
取得了丁四桥和贺胜桥战役的胜利，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如果不出意外，他们很快就会打到江西。时间紧，任务重，你要尽快解决粮草问题，协助北伐军攻下南昌城。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今天我们看到的复兴隆银行里邓如琢那批银元夺过来，支援北伐军。好，我马上把城里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都发动起来。马上带人把银元给我找回来。再有，是什么人干的，把他也给我带回来，我要亲自将他碎尸万段。是。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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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见过他没有？没见过。方志民等一伙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抢走了我们的军火费，没有了这笔军火费，那我们就无法与南方军抗衡。同时我还得到一个消息，这笔军火费还在城里，所以在天黑之前找到这笔军火费，抓住方志民。去看看。报告队长，什么都没有。赵显龙，又是想抓人给我们，在抓工人呢。抓他们呢，这是。走，对呀，来。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老师，进程顺利吗？顺利，我们成功的和北伐军取得了联系，他们现在距我们还有二十里路。北伐军就快要打到南昌了，我看这反动军阀没几天好日子过了。你们回来的正是时候，赶上了一次消灭军阀的大行动。 我留学的地方，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那朵花，请看作是我今晨的寄托，在未来。